一发出淫囊的你，还纠结淫囊状性吻抽哪的吗？淫囊状和性吻，它的提升都不小，尤其是二魂，被设计成了淫囊的端剑星魂，正好像伸手用豆芽等绝，属实免于骗灯的老传统。不过对于短大平民玩家来说，它的资源毕竟数量有限，所以必须有所取舍。那么为了方便大家兑换手中的星球，用最少的星球得到最大的补强，本期视频五价就来给大家带来淫囊星魂装武的全方位对比。现在看完后，你一定就知道该怎么抽了。那么话不多说，点三连加专注，从此抽到必不歪。咱们这就开始。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淫囊的专武，从面板上来看，淫囊专武值窍命中暴击一三于一体，乍一看还挺香的。但是实际上，由于战界论植入并不是百分百成功，所以对淫囊来说最重要的属性肯定是窍命中。而淫囊的专武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窍命中太低了。相对于免费满叠影的黄装锥，新手任务开始前所提供的40%窍命中，中有24%的数值简直是被吊打。虽然淫囊的战绩、重要技被动都有负面效果，可以快速吃到12%暴击率的加成，但大家要知道，暴击属性并对应一定阈值才有意义。就算这是灯芯有下调多少的效抵抗，但淫囊专武得让你命中依然存在大量缺口，这种情况下除非是刀命淫囊，否则根本没有足够吃下对双爆，当然阳寿玩家除外。所以你的淫囊到底是暴击还是命中一呢？然后是大家最关心的12%异伤效果，众所周知异伤是米家游戏里最刀对的属性，属于独立城区，效果等同于得全队加12%伤害。但大家要记住，这个异伤效果看起来很美好，但只持续一回合，且只能得一个目标添加，也就是说只有在淫囊多少异伤到敌人行动前造成的伤害才吃到这效果。如果淫囊探完大后敌人比往后主席先动，那这个异伤就会被直接浪费掉。此处咱们就不点评批评某神君先生了，虽然可以通过调速尽量避免这种情况，但三种情况千变万化，任何一个通知效果都会打乱你新图调整好的节奏，实际的附带率不会超到70%，而且异伤效果要冬季后才会触发，也就是说除非淫囊踏前先发动一次冬季，否则的话甚至连自己的大刀都吃不到异伤加成啊！这作为专武会不会有点太尴尬了呀？大家觉得淫囊专武何德吗？而且这个异伤的数值得是挺偷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四星装锥决心，虽然少24%的效果命中，但是蝶影一的伤害提升后就有专武的75%，满蝶影后更是直接反超专武。而且如果想让淫囊走主席输出流，专武点淫囊的伤害提升也比作刀蝶的婉安与顺眼辅助流，更不用多说，这次的红装锥简直良心倒突。所以对于绝大多数平民玩家来说，淫囊即使不抽专武也已经足够使用了。所以你的淫囊到底是哪装锥呢？接下来我们再讲讲淫囊的星魂提升。淫囊最关键的星魂就是这个二魂了，可以直接无条件降低敌方20%的效果抵抗。目前星田里的精英段和 BOSS 效果抵抗基本都在30%以上，虽然在 1.1 的版本遭到削弱，但仍然需要我们堆大量的效果命中才能保证版本多少上减益。而淫囊的二星魂能直接简单粗暴将 BOSS 的抵抗对半砍，显著降低淫囊对命中磁条的需求。根据计算，二魂淫囊带上专武后，只需要再增加两个小磁条的命中就能稳定对方落点。可以说，如果你的淫囊想要同时兼顾输出和辅助能力，这二魂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淫囊一魂的强度也非常不错，淫囊战绩附带两个减益，天勇的缺陷更是多达3种，三中多少自己就能吃满一魂回能，而淫囊大招只有110点能量需求，并且效果持续3回合。这携带活动装锥时，即使不再充能神，一次战绩加一次普通也能直接充满大招，三中完全能做到大招减防无缝衔接，省出绳子的组织条腿用来堆冬季或者击破特效。并向提升了淫囊的输出，我只能说米亚油精算师真有你的。所以老米这道下放核心命中的套路，大家都上当多几次呢？总的来说，淫囊的专武本身强度还在线的，虽然每个效果单拎出来都没有特别突出，但是呢，提升全面，综合水平到一普车杨叔专武，但二魂以下的淫囊抽专武的收益确实不到，所以无价登剑先抽淫囊二魂，保证你的星球能先换在刀刃上。如果后续还有多余的预算，再考虑去抽他专武。当然，淫囊作为星球家目前版本最强人权辅助，即使没有专武，也不妨碍他在深渊打打乱杀。如果预算不到抽不到二魂，那么一魂的淫囊作为辅助也基本上达到了完全体，在现在崩铁的难度等级下绝对是斗用的。我们只需要使用战机和普通就能胎大，使用胆上非常舒适，也能一定程度上弥补自动战淫囊 AI 的自己操作，所以大家会被淫囊自动战气到昏迷吗？总结平玩家补强淫囊的操作建议为二魂大于一魂大于专武大于其他，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说看对淫囊还有什么其他疑问。